德国自干五最近特别爽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有很多我可以关注的事儿，而且每一个事儿它就是个事儿，它跟体制无关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每一个事儿它都能让我心里特别生气，你知道吗？我很喜欢那种感觉。我跟你讲，我最近关注的事儿有榆林那边，因为他们不是吃狗肉的吗？我是因为啊，对，因为前女朋友他们家他们养狗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远在上反对吃狗肉，所有那些吃狗肉的他们都给我去死，让我特别生气。我在乎的不是这个国家他能不能保护自己的弱者，比如说动物，我在乎的是榆林那边怎么样。还有我关注的一件事儿，就是昨天那个视频，那个小学生被初中生殴打，你知道吗？我看着我都快气死，你知道吗？我在乎的不是这个国家能不能保护自己的弱者，比如说小朋友，我在乎的是那些学生。又我关注的一个事儿，南京那边那个车祸，你知道吗？我本来以为是因为日本车的问题，其实不是，那个人好像吸毒，而且好像开的车特别快，而且警察还在保护他，你知道吗？我特别生气，你知道吗？我在乎的不是这个国家能不能保护自己的弱者，比如说没有什么后台的小屁民，我在乎的是这个车主一定要把他处死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自干我的心态。